公子抬一下脚，再抬一下。你再擦，这里也是牢房。公子有所不知，像这样的牢房啊，其实比很多百姓遮风挡雨的屋子要洁净和牢固一些。这样的屋子，你也住过？住过。当年我家避难，祖上的宅子都快要塌了，那还是我和六个弟弟。 一起收拾出来的，司马八大，你有六个弟弟？是。你这六个弟弟，能有你这样的二哥，真是他们的荣幸。其实想想，我那时候啊，跟弟弟一样年少无知。哎，兄弟几个能平安长大，还是多亏了父亲。啊，公子，你请吧。咱俩都落得如此境地了，还分什么尊卑啊？地上是冷，上榻吧。哎。